头发嘅耳机后面，不经意手都提贴咗，双手绑起。哇！呢个一同三都好危机，一定唔系呢个苏长队啲咁肤浅嘅行为。光棍节、白色情人节呢、這个真系唔知喎，呢、這个求其答啦，应该可能十八啩，一日就冇可能噶啦，十八、廿八、三十，唔识喎，十八啦，恋田。香港习俗出铺。通常要做咩？请食饭、唱 K 类、开 party、请食饭啦，系咪啊？唔知道。Stage one 代表发展到边度？喂，鬼知啊！含两问对话 IG 吓，拖手表白。喂，点会知道啊？暗恋啩？我谂有啲如果系拍紧拖都唔知道啊！我想讲，罗马神话中嘅小爱神。叫咩名字？我听过丘比特，听过应该系呢个听过咯。月下老人应该唔系罗马神话。如果爱情金啊，如果你系画家，你估我系做咩职业？呢、這个啦系嘛，插画家。以下边个唔系灯先？开未啊？未开啊？我哋继续。边个唔系元宵节嘅传统？放天灯、放炮仗、睇花灯。放天灯啦，系嘛？元宵节好似唔系放天灯，放天灯好似令台湾嗰度就有机会系。情人节赠送朱古力嘅习俗喺边个国家？日本啦、啊，应该吓唔知道啊。陈芳语爱你一曲有几多个爱字？鬼知咩 ？kiss 对人体有咩好处？有好处嘅咩？减少口臭问题，提升工作能力。过咗几耐时间先算系真正喜欢对方？迷恋期十二年，冇喎，佢得一个月、四个月、六个月、十二个月啫。要过咗几耐先算？六个月、四个月、四个月啦，唔知系咪啊？点解婚戒要解左手妹无人无名字，不再无名无份，寓意深深相印，心灵相通，方便穿戴。寓意深深相印，心灵相通。回礼收到棉花糖有咩含义？我未开始。正常嚟讲，应该系一系一，一系二啊嘛。甜到入心，甜到入心啦，啊，好似正常啲。走心朱古力有咩含义？为你心醉，情比金坚，对你一心一意，一生一世，为你心醉。白色情人节由边位向对方表达心意 ？Oh my god， 好似没有指定啊嘛，好似系。以下边个唔系爱神？释迦牟尼A 血型嘅人一般都系低能啊，老实情商高，较受欢迎。老实，喂，我唔知喎，真系。老实 A 血型情商高啦。根据十六型人格分析，姜涛属于内向型。爱会令到你身体咩元素迅速降低，搞到你越嚟越爱对方。会令到你咩元素迅速降低？血清素啦，血清素啦，系血清素 level 三嘅问题。南风沙厂嘅特色喎，唔系。多个街机设施好明显冇啦，南风沙厂。以下边个地方可以揾到心形天使？唔识喎，都系鸭洲啦，应该系鸭洲啩。东龙岛应该唔系，咁我哋拣鸭洲啦吓。以下边个唔系将军澳单车馆公园嘅设施？啊，冇去过啊，单车馆公园嘅设施，极限运动场、露天剧场、运动攀登场。应该冇极限运动场啊嘛，单车公园应该有嘅，我谂。山顶花园以咩风格建筑？维多利亚式、希腊结构式琉球。咁我哋维多利亚啦吓。Kiss 需要运动几多组肌肉？点会知道啊？呢、這个要睇、啊，真系要有要关注咗嗰、那个关注咗先知佢几时成立嘅、啊。我预佢应该十二月啦，因为比较冻。十二月啦，比较冻啊，十二月冻啲。
元宵节起源于照边个朝代？一睇知历史嘅我系唔会识噶啦。求其拣一个啦吓、啊，我哋拣清朝啦。薄荷朱古力有咩含义？吓、啊、有含义嘅咩？可以信赖嘅对象。薄荷朱古力可以用嚟漱口清理牙齿啊，唔系应该系去除异味。咁应该系可以信赖嘅对象啦。白色情人节最早起源自边度？可能外国系嘛？但我哋拣日本啦吓，我唔知系咪系边一个玫瑰嘅，喂一个花嘅花语喎、啊。我爱你系向日葵唔系啦，绣球唔系啦，玫瑰系呢个花语咩？你唔知道、啊，应该唔会系玫瑰嘅，但我唔知拣边个好、啊，你拣玫瑰啦，我觉得应该唔系玫瑰其实。四咧要玩几多耐啊？要玩几耐？浅水湾泳滩大型商场唔识都系 D two 唔系呢度唔系浅水湾广场啦。爱情三个理论中完美的爱不包括咩嘢元素？完美的爱不包括边个元素？一睇知冇家庭啦。家庭啊，经典爱情巨著《傲慢与偏见》嘅作者系。通常呢啲作者可能都系男仔写，我觉得系，所以我要揀男仔。而呢度最似男仔名应该系呢个嘛，奥斯丁。志明与春娇嘅续集系，唔、知要冇睇喎，好少睇港剧。暮光之城吓、啊，我都系唔知嘅暮光之城，所以都系求其答个答六啦。我多有多一张船票，你会唔会跟我？就系嚟自边个爱情影片？唯有揀套我睇，好似有啲印象喜劇之王。愛情呢樣嘢，嗰個時間好關鍵，識得太早太遲都唔得。你指邊個愛情電影？志明春嬌啦嚇。從而家開始，我哋只一分鐘嘅朋友，呢個係事實，改變唔到，因為已經過咗去。啊，呢個好似聽過。阿飛正傳啦嚇，我唔知道。暮光之城無懼的愛係邊個對白？應該係二啦係嘛？愛速成馬係應該係呢個啦。系啊，呢、這个你睇下，咁样都算系一个爱情问题。香港好去处，以下边个唔系香港动植物公园有嘅动物？香港动植物公园有嘅动物，鳄鱼有，孔雀好似呢、這个好似冇啊嘛，大猩猩好似猩猩应该都有啩，咁真唔知喎、啊，鳄鱼一定有啦，孔雀应该有啦，系争呢两个，我拣水獭啊。而家见到鸭尿嘅人会心跳加速，分解氨基酸、肾上腺素分泌、释出安多芬、血清素上升。喂，点识啊，大佬？血清素上升、肾上腺素上升，系肾上腺素上升。避孕药避孕成功率系几多%？99%。避孕药分为几多少代？点知啊，大佬，两代啩，三代、四代、三代啦吓。根据民间嘅民间调查，最 G variable 嘅高度 top one 系几高？165啦吓。Follow Pick Me Studio 可以做啲咩 ？book 墙。根据民间调查，一定180啦，唔使问啦，有几高得咁高、啊、女仔可能未必系165咯，但系男仔一定系180咯，我觉得男仔我觉得系接近180或178，是但一个啊。日本票站票选最令男仔心动嘅可爱举动系将头发夹喺耳机后面，不经意手提接咗，双手绑起。哇，呢个一同三都好危机，一定唔系呢个苏长队啲咁肤浅嘅行为。不经意嘅身体接触呢啲系完全唔会有嘅，所以一定系一同三，我觉得。所以我觉得系伸双手绑起，双手举起绑头，呢、這个应该系劲杀伤力最大。爱情来的时候咩年代嘅作品啊？唔知道，2011年。以下边度爱情嚟自系来自呢 FHP 呢个 FH Production HK 啊 ？I don't know 啊，唔系来自。查看分数，我得60分啫。60分咁低，有冇搞错啊？有边系错啊？28日拖手系第一个阶段
放炮仗，啊、好似系二十一个促进心血管健康，哇！你几犀利，心心相印，对你冇咩意思，原来棉花糖系白色情人，应该由边位？哇！点解由男方表立心意 short 咗啊 ？A 型嘅系老实，根据人格分析，姜台属于热情开朗型，有乜可能啊？我同姜彤明明同一种类人嚟嘅，点会系热情开朗？我都唔系热情开朗。鸭洲桥咀道单车公园结构式理性主义，需要用到146组肌肉。喂，需要详细了解一下我呢、這个啊，榜头广告。喂，点解唔系十二月啊？汉朝系元宵节。为甜蜜生活带嚟情趣，吓、啊、有啲咁嘅含义真系唔知道。日本啱啦，玫瑰啦，呢个唔知道。嗱、啊，你睇下冇家庭嘅完美嘅爱，嗱、啊、你睇几醒呢度？傲慢与偏见系呢一个奥斯丁做嘅作者啊嘅作者做。哎呀，争少少啊！花样年华2046阿飞正传，哇，好犀利喎！攞自己 ，I'm only afraid of losing you。我哋系惊失去你啊嘛，爱嘅速成嘛。香港独立公园冇鳄鱼嘅咩？哇，肾上腺素上升嘅心跳加速系99%，跟住四代160腹长，哇低能啊！以前就系四个吓，有讲到嘅咩？低 B， 大家估到啦，最男仔一定系178或者180嘅，系啦，一定系呢两个。系啊，冇可能系175或173啊！啲人话低过178嗰啲，全部都系，唉，伤残人士。我都系准备要去申请嗰啲伤残津贴嘅。将头发翘喺耳机系啦，我都系估到呢个一或者三一定系最强。日本嘅话，呢啲完全唔入流啊，系啦。2014年啦，如果佢哋学乜嘢话好劲，我觉得自己答啱咗劲多，超犀利。同埋佢应该系一个做宣传啦，呢一个咩 studio 呢嚿嘢。哦 ，OK， 几好啊！拍拖好去处，几好啊！咁你介绍俾我做咩咧？唔做啦。